他俩喝多了。他俩什么玩意儿啊？还没喝呢就多呢，我还没看，快起来，哄我喝。嗯，你快点儿。嗯。要不咱俩整会儿？咱俩怎么整呀？今天在上，后土为胜。打住！不要和你当兄弟。那你想干点啥呀？都在酒里了。啊，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喝酒吗？你嘴上说什么？我拿真心换你真心啊！我当时真的忍不住，听了以后好搞笑呀！你事实证明，我不也成功了吗？对吧？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字。真诚，真睡觉呀！我说你这也不行呀，你天天咋咋呼呼的就喝酒，真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去！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喝个酒都能把自己摔倒，出门还得我扶着你，丢人不？我就是有点大意了，亏是没把脑子摔坏，不然。不然什么？不然我就能换个男朋友。换一个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没什么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哎呦呦，我的腿呀！你说你慢点吧，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病人呀？那还不是你把我气的呀？这天也太热了吧？要是能有一个雪糕就好了。嗯，那你在这等着，我一会儿马上回来，在这不许动。行，那我就在这等着你啊，快点了。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雪糕啊？这个是蒙牛随便系列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爱吃？你之前不是老吃这个吗？说有童年的味道。这个是我在天猫买的，巨划算，直降超痛快，正品大牌广覆盖，爆款尖货不止五折，一键直接痛快买，点下方链接。这个618我选猫更省，而且不只是有吃的。你最近裤子不是都旧了吗？我还给你买了两条新的。这么好呀？那你快拿来呀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哎，你刚才不是去给我拿雪糕了吗？快点快点，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的是想要有一个雪糕，并没有说要吃。我你这买这么大一盒，你又吃不完，你赶快给我一个呗。我能吃完呀。再说我记得曾经有位智者说过，腿受伤的人不能吃雪糕。智者？哪位智者？我呀。你别让我知道你啊，我知道你就完了。抓到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跑不动了。给你给你给你。哎，你腿怎么是好的？我哎呀呀，我好疼呀，我的腿。你居然骗我。